这些年日子咋过的？啥都没有。妈，一大清早干嘛呢？这不是还有时差吗？妈，不弄了，不弄了，你回去再睡一会儿。儿子，你吃点东西再走吧。家里不是有面包吗？面包干巴巴的，怎么吃啊？我到时候在你柜子里头啊，看到有饼干，打开一看啊，像面粉。全是英文，也不知道是啥。我给你简单做了点菜，你中午啊就……不用不用，我平时中午都是和同事随便吃点啊。做都做了，老在外面吃对身体不好。哎，对了，儿子，超市在哪儿？我一会儿啊去给你买点菜。你这儿什么吃的都没有了。等我下班再说吧。这面包干巴巴的，怎么吃啊？走了，下班了，一会儿老丁见啊。嗯哼。哎，你带饭了呀？啊，我妈做的。这么幸福啊？哎，那你中午还跟我一起吃饭？先走了啊，一会儿见啊。走了，拜拜。儿子回来了，你不是和同事聚会吗？咋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妈，走，我带你吃饭，吃完饭咱们买菜去。